奏了，感觉是。哎哎，好，我们都十二不是？不要动，该黄麒麟了，来吃。好吧，算了，快点快点。你这是发，你这是发。仁兄，你的头挡住镜头了好吗？耶！打了打了！啊！发工具吧，发工具。不能发工具。耶！怎么办？怎么大冒险？快点说。你就让那个让师兄们给我们煮面吃吧。拼了！拼了！快，给我看一下什么大冒险！你们完了，我来说。怨都不是坏人。快点！师兄哦，师兄哦。是男人。三个师兄、啊。在那边，在那边。在那边！你们要给我死！我走了。现在距离我完成修罗大冒险已经过去了3天了。但是现在依然一点进展都没有，所以我把这个消息告诉了主页君和我们小马哥。但是主页君给我们弄了一个这么 low 的屏幕，所以小马哥呢，他就给我们准备了这么多丰富的食材，安慰一下我。听说师兄他们现在正在练舞，待会儿会有半个小时的休息时间，不知道我现在能不能完成任务呢？只有待会儿来揭晓了。TFBOYS 很爽快的便答应了黄麒麟的邀约，这个任务未免也太简单了点吧。于是为了提高任务难度，我们也要在原本练习生的真心话大冒险上修改游戏规则。变更后的游戏规则为：通过猜拳 TFBOYS 三人依次选配料，三人的面食配料都只能在自己选的材料里边做搭配，完成后再由练习生来评判三人的面食究竟哪一份最好吃。师兄们为什么会来帮我们完成任务呢？那我们来帮你完成任务有没有什么你懂的？懂的就是给你一个吻。那我们现在就废话少说，开始比赛。首先猜拳，石头剪刀布。你们这么想让我赢啊？石头剪刀布，那我就先选了。嗯，你选吧。我首选绝对是榴莲。你真棒，我肯定选赢了。经过猜拳 ，TFBOYS 三人也完成了配料选择顺位，分别是千玺第一，王源第二，王俊凯第三。而最终三人选择的配料分别是。现在我们的师兄呢已经把我们的食材全部给选完了，但是我想说的是，千玺师兄，你为什么五个面非要放榴莲呢？榴莲是最后点缀的，你懂吗？就像喝橙汁外面要加一个柠檬一样。你问他榴莲为什么不问西瓜呢？对，你西瓜是干嘛呀？我要说，你为什么选了个西瓜？因为西瓜它比较重。它比较大，你知道吗？嗯，那么现在开始甜面。你没觉得这个锅太就一锅水？节目组什么意思？那就把是拿这个砸的吗？那全放进去兄弟。来吧，你先来吧，一起煮。一起煮怎么煮？面一起煮。面一起煮。哦。
我也是这样。来来，先煮面吧，那个开了。哎，对了，我在施法的时候问你们一个问题啊，你们为什么要穿一样的衣服呢？因为我们是三胞胎，三兄弟呀、啊，三胞胎，三胞胎，三胞胎，三兄弟呀、啊，兄弟呀。哈哈，你们可以煮面了。可以，可以，可以了，是真可以了。干嘛？可以可以，还是可以的。我、哦、这个会太早放了，我觉得应该。我这个这样开小一点火。叫人干嘛的？我不知道、啊、根本来不及。我怎么知道？先倒点酱油。这个酱是干嘛的？是我的吗？是你的。我不知道这酱是干嘛的。有纸吗？这个酱是干嘛的？呀，我并不知道，看着很好吃吧？对，要不咱们以后那个我把这个给你、啊、一个鸡蛋吧？可以，你要吃吗？我喂你吃。可以可以可以，我你要吃吗？无所谓。我其实不想吃的，真的。哎，我这多了一个，小多了一个，你先吃一个。小五，嗯，我看一下，给你一个鸡蛋，就有点猪油吧。神厨小当家、嗯，你要拿那个勺子摆起来。嗯，我知道。嗯。哎，可以了，可以了，可以了。哎呦，可以了，可以了。你要干嘛？没有好，你煮面这么快呀、啊？并没有煮过，并没有。切西瓜吧。可以啊。你为什么不煮菜呢？煮菜，煮菜，煮菜。小一点，关了，关了，关了。你真棒。我说这个小一点嘛呢？等会儿佐料。妞妞妞妞。哎呀！为什么要放这里面？哇！猪油本来就……它这西瓜好好啊！我看面好吗？你别！面好了。这怎么吃啊？这个？哎呀！那我来尝。可以喂它吃。来、啊。这个可以，这个可以。我把放进去干嘛？你低一点，低一点，低一点，对。哎、啊，我这个怎么吃？我也是。嗯。你表情不要这么销魂，好吗？哎，等一下，还有一点。啊、我也是笑了。干了吗？好了吗？很好，你看。好了没？硬的哈，是不是硬的？你别闹。我还能一会玩耍吗？面好了。哇，现在可以放番茄酱了。等我上厕所没有洗手。没事，反正你不是我们吃吗？待会你不要尝一口。待会你不要尝一口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榴莲，榴莲试着煮一下。你没放这个？放，全放。放这个，来给这个西瓜一个特写。这是个签名，真棒。哈哈。那个勺给我，这个要。来，我决定不把榴莲当最后点缀的，当一道甜品。那好玩这个。对，是。榴莲加辣椒啊，甜品。好，你拿筷子好不好？这个是舀汤的。好，我玩你的筷子吧，我的筷子太脏了。你手艺真好，谢谢。你是不是学过的呀？没有。New East。可以放在这个上面。千玺，我知道你在哪儿学的。我拿你筷子。这面比我还高哎，一米八了啊，一米两米了都。比我一米八还要高，真是可恶！妈最近好了，可以了，可以了。那个，我你跟我的水煮鱼，你看，好像水煮鱼，是不是？太可怕了！淑华，来，我们再加一点菜。会不易的。千玺，这个面我真的啊哇！来，王源。来，我不要了。我也能吃。吃了好不好？然后我们现在的黑暗料理已经完成了，但是呢，我们要各自的尝一口。但是这个水煮鱼一定要尝一口。并不开心了。水煮鱼一定要尝。自己弄的，哭着要给我吃完。好，尝一口，尝一口。每人至少五根。我要杀了他。五根面。对，就这样，很好吃。尝几口。
可以吃吗？可以，我觉得挺好吃。可以，那我这个肯定也可以吃了，那就是没问题了。不是你那个有毒，刚才我被吸食了。那也是你一手造就的，简直是醉了。好吃，我觉得特别好吃，就是有点辣。我再尝尝。我的天，都能把它吃完。嗯，可以吗？嗯，可以吃完了。可以可以可以。接下来要干嘛？再吃。接下来干嘛？快告诉我！快告诉我接下来要干嘛？就是再吃一口啊！真的假的？假的。那要干嘛？就是请我们的新生，不，应该是请我的同伴好吗？哦，请我的同伴。看似黑暗的料理，拿到了练习生的嘴里的评价优势。哈，这是榴莲，这叫做榴莲。没想到无从下口的水煮榴莲居然评价为好吃。那么练习生们在品尝了黄麒麟用大冒险换来的 TFBOYS 三人不同口味的面食，哪一份又是他们心里的 number one 呢？不要，你们不要乱指。举手，觉得哪个最好吃就投在那，就插在那里面。这碗面是我做的，好吧？嗯，行，我也吃香。啊，好，这个，我就行。我是没有悬念的。这是香，哎，等一下，等我起完了，这里再起来。这是千玺做的，好没面子这。现在我们评出来了，冠军就是王俊凯师兄获得本轮最佳煮面达人，我们掌声有请他上场。谢谢大家，都真棒。现在我们要去上课了哈，那个时间也不是很多了。现在我们评出来了，冠军就是三个字，王俊凯师兄获得这次本。五个字的王俊凯师兄获得本轮最佳煮面达人啊！不行了，你们在逼我。